Affinity Publisher。 MacBy 是一款桌面排版软件，本次小编为您带来安装激活教程。首先我们双击打开软件镜像包，镜像包打开完成后，将左侧 Affinity Publisher MacBy 软件拖入右侧应用程序中进行安装。安装完成后，在应用程序中打开 Affinity Publisher MacBy 软件，软件打开显示未注册，出现软件注册页面。然后我们打开镜像包内的软件注册码，将注册信息分别复制入注册页面中。复制完成后，我们点击验证产品预约。以上就是未来软件园为您带来 Affinity Publisher MacBy 安装激活教程全部内容了。